深夜的瑞丽城区一片寂静，然而一些可疑的身影却趁机潜入居民家中或路边的店铺。作案时间一般都是在凌晨2点到4点左右，有时候一天晚上连续发生3-4起这种案子，犯罪嫌疑人作案比较嚣张。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在作案时进行了伪装，且作案手法老练。案子的初期刚发现的时候，我们还确定不了身份，只能确定是中年男子，长衬长裤，佩戴手套、口罩，鸭舌帽遮掩面部，有意地避开监控，从小巷子里走。手法呢是通过翻越围墙，还有就是趁人家的门没关，偷偷地进去。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省瑞丽市的疫情情况让人担忧。然而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一些可疑人员却频频出动，或是把手伸向停在路边的车辆，或是潜入居民家中，这无疑给疫情中的城市雪上加霜。那么这些可疑人员是谁？要怎么找到他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夜幕中，他们行为诡秘，心裁的同时带来隐患。邪恶的路上，他们迷途难返。双面人的夜晚，一线正在播出。2021年9月上旬，瑞丽市公安局解乐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走访的过程中，了解到辖区出现了警情。那是早上的，我妈从她起床那时候下楼来进了我儿子的房间去，看见那个柜子已经撬开了，发现的前几边被盗掉了。大概损失丢了多少钱？8500。但是大概就是凌晨嘛，凌晨3点40多分呐、啊，每个都睡着了嘛。据被害人反映，发现被盗后，他立即调看了家里的监控录像，发现有人在凌晨3点多钟翻墙进入他的家里。我妈发现了，我就来调下监控，就是已经被人家进来盗窃了。他穿的那个黑衣服，戴的那个手套啊，还有口罩。他从前老房子这边进的，老房子进来那时候，他来看那老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就从那里厨房里拿了一把刀，就进我们这边住的家里。据反映，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同一天晚上，3家被盗。这2家都是偷了没多嘛，没有报案，但是联想了以后，失窃了好几千。掌握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的民警非常重视，就对其他的群众也进行了一个走访，然后就梳理发现呢，在这个我们辖区的两个村委会，有7个村民小组都有类似的情况，都有人翻围墙啊，家里面的东西都被动过。另据了解，瑞丽市区的另一个派出所也不断接到类似的报警。是什么时候发现您的车子被盗了？8点多，就是9月18号8点多的时候发现被盗的。副驾的车窗、前车窗敲了，砸碎了。据被害人说，被盗的前一天晚上，他把车停在家附近的马路边，不想车窗被人砸了，放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钱包被盗，损失了1000多块钱而已嘛啊！
但是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做法行为，我很生气，好像是你把钱拿了，还把我的车窗敲了，我还要去修车嘛。针对连续出现的警情，瑞丽市警方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摸排，而随着调查展开，更多的被盗事件出现在民警的视线里。类似的案件开始频繁发生，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接到类似报警十余起。我们先期有报案的是12起，当时是串并起来之后，把这些案子串并起来之后，又去排查摸排，又发现了14起，总的是26起。据调查，2021年5月份以来，瑞丽市区连续发生了20多起盗窃案，被盗金额少则几十元，多则数千元。案值不大，但连续频繁的发生被盗事件，在当地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这种案件嘛，发生了以后，老百姓睡都不踏实，吃饭都不踏实，老百姓心里没有安全感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一夜就没了，谁都很心疼嘛。现在经济收入又不好，各方面怎么说也很困难，疫情中嘛。因为他这个他从这个村子，然后流窜到那个村子，窜来窜去的话，对疫情防控这块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他这个经过村子这一块，他都是悄悄的从旁边的那个翻墙进去嘛，他都像什么扫码这一块什么的，他都不那个，万一携带病毒的话，肯定会对这个病毒传播啊什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是什么人如此猖狂的作案呢？尽快侦破案件，给市民营造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成了瑞丽市警方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始终的理念，我们觉得，小案不小啊，群众的事情，群众的小事，再小的事也是大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发了之后，我们所领导也好，我们的社区民警也好，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一定要为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再小的案子，我们也把它破了，为这个给群众一个交代，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随即，瑞丽市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对近期发生的盗窃案件进行调查和梳理。然后我们就跟着去现场进行勘查，在现场勘查时，再看受害人家、受害群众家属家是否装有监控。我们再从群众家属监控中，然后调取监控，看嫌疑人是否出现在监控中。如果受害群众家没有监控，我们就走访周边群众，看沿边监控，然后来进行锁定嫌疑人。从监控位置来分析，案发地大多数位于街道路边以及路边的一些商铺为主。经过现场勘查，民警发现，在案发现场几乎提取不到相关人员的信息，而通过调取相关地点的监控，民警注意到3名可疑人员。监控视频显示，有2名可疑人员经常一起结伴作案，而另一个可疑人员则常常单独行动。通过监控，我们就能看出他平时作案手段还有作案时间，大多数都是在12点以后、凌晨以后。作案方式和特点大多数都是选在偏僻、监控较少的村落中。从监控中也可以看出，这个人反侦查手段很强。那么，监控视频里的3名可疑男子是谁？他们是一个团伙吗？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但是接下来呢，犯罪嫌疑人没有继续作案。随着调查的展开，3名可疑人员进入了警方视线。但仅凭着监控资料，警方无法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警方分析，嫌疑人在盗窃得逞之后不会轻易罢手，他们还会继续作案。然而，当瑞丽警方决定全力追击嫌疑人的踪迹的时候，一直处于高发态势的盗窃案却停止了。那么，嫌疑人是因为听到了风声暂时的蛰伏起来了，还是说已经逃离了瑞丽呢？警方要如何才能够找到他们呢？
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监控视频记录恶行，多次作案痕迹难以抹去，双面人的夜晚，一线正在播出。瑞丽市区暂时没有出现盗窃案，但警方的调查并没有就此停止。民警再次回到案发现场，根据海量的视频分析，民警发现在最初发生的盗窃案里，作案人是一名男子，有着较为明显的特征。他第一次作案是在盲令的民家嘛，特征他就是头有点秃，还有他作案的时候他会戴白手套，他也会把他的脚印会擦除。视频监控显示，该男子作案手法熟练，警方判断该男子很可能是惯犯，随即民警在相关系统里进行了查询。经过大量的比对，一个核心男子进入了办案民警的视线，他的体貌特征与出现在盗窃现场的男子十分吻合。他有两次的盗窃前科，在贵州就被刑事处罚过，然后在浙江也被刑事处罚过。那么何某是不是监控里的那名可疑人员呢？随即民警对何某近期的行动轨迹进行了查询，并发现何某租住在瑞丽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民房里。2021年10月6日，一组民警来到了何某的租住地。哦，我不认识他。他人不知道吗？不知道吗？手机拿。手机。我不认识他，他走了，走了，然后我拿了。什么时候走的？他那个专门走的。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吗。好好讲，去哪里了？我真不知道啊。再者，提前我们可能下楼的时候就被他看到了，然后他就从后门就溜了，就没有把他抓到。就这样，何某跑了，甚至没来得及拿走个人物品，这也让警方更加怀疑何某就是监控里的那名可疑男子。然而，何某已是惊弓之鸟，他不再回到原先的住处，甚至弃用了此前使用的手机，不和任何人联系。他就把手机扔掉了，他就没用原来那个手机号了。当时我们这个抓捕他也就陷入一定的这个困局，我们考虑到他是个惯犯，肯定还会作案，那我们就继续关注着。何某的去向一时间不得而知，而就在民警四处找寻何某下落的时候，盗窃案又发生了。我们是门面的，然后就是，头天晚上。下班嘛，我们9点半下班，我自己锁的门。第二天早上我过来上班的时候一看，哎，没锁了，我就想得很奇怪，因为我老公还在睡觉嘛，钥匙只有我们两个人有的。然后我进去一看，看我们放钱的那个收银台那个柜子被撬了，大概300-400块钱嘛，抽屉里面已经所有的钱都拿光了，哎，没有了。据李女士说，他们家卖早餐收入的几百元钱被人偷走了，这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我们的房租我都欠了超市好几个月，半年的房租都没付了，都欠了。因为我们是外省的人嘛，浙江的，然后我们做的口味也是针对外省的。现在在当地的人，在瑞丽嘛，外省的人已经基本上很少很少了，这样，所以现在生意很难做。除了李女士的早餐店，那天晚上不远处的另外两家店铺也被盗了。早上我来开店面嘛，因为我们没有住在店里面。早上我来看，我说，哎，这个玻璃门的那个 U 型锁不见了，我就打开门检查嘛，就看那个发现，那个监控摄像头，被盗了。看到这个门店呢，装饰门头也比较好看，然后破坏锁机进入店内后是想搜寻一些可以侵害的财物，但是，根据情况来讲，确实当时老板也没有把相关这个比较。贵重的财物放在店内，他搜寻一番后没有发现可侵害的东西，就注意到店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为了不留下犯罪痕迹，他就把这个摄像头，给拿走了。
到这个装修店行窃了一个装修店内的摄像头后，又转到一家药店，用这个同样的开锁的工具将门锁剪断，入室后将这个店主摆置在收银台的手机一部盗窃。第一起案件是当天凌晨3点，至凌晨5时许，连续作案3起。那么新发的这3起盗窃案又是什么人所为呢？随即民警调取了相关地点的监控，并发现此前已经注意到的另外2名男子的身影。2名嫌疑人都是男性，就是第一个身先确定的。第二点是他们作案时候有一个人是戴着一个红色的鸭舌帽，这个是比较明显。发现视频监控中出现2名嫌疑人走路进去的，走路进去然后都是戴着帽子、口罩、手套一系列的装备都穿着，然后走路进去的，实施盗窃之后又走路离开。我们就对他们离开的这个轨迹进行了追踪，追踪到瑞丽市团结大沟边上的时候，这2个人就消失了。此前的那次抓捕，嫌疑对象何某已经被惊动并藏了起来，而这2名男子则继续作案。据此警方判断，这2名可疑人员和何某应该没有关联。通过勘查呢，我发现这个嫌疑人的盗窃手段很熟练，也很专业。他是使用这个技术开锁的手段，毫无破坏痕迹进入了一家早餐店。通过现场视频发现，该2名犯罪嫌疑人是直接，目的性很强，直接走到了收银台存放现金的位置进行行窃。全程作案时间不超过1分钟。视频监控显示，2名可疑人员作案手法老练，且有着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不仅在作案时进行了伪装，盗窃后他们还向不同的方向进行了逃离。其中一个嫌疑人驾驶电动车逃至瑞丽市朝阳巷的一个巷子内，然后另外一个嫌疑人逃跑至瑞丽市诺莫湖公园附近。民警追踪后发现，2名可疑人员逃到2个不同的地点，然后消失在监控范围之外。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逃离。而通过视频监控，民警注意到其中一名可疑男子走路有些异常。其中有一名男性嫌疑人，他的这个左脚是有点掰，走路是有点掰。然后我们就通过公网系统研判出，就生活在瑞丽的这些有盗窃前科的嫌疑人当中，是否有人的这个腿有这种瘸的这个特征，然后再联合着其他几个派出所之前办理的案件，然后和他们进行筛查筛选。果然，经过查询，民警发现一个有盗窃前科的男子和视频监控里腿部有残疾的男子体貌特征相吻合。庞某的特征就是他的脚有一点瘸。另外，有关记录显示，此前庞某曾和一名姚姓男子一起行窃，并被打击处理。他俩之前是因为盗窃案被打击的，具体大概有4-5次，在云南的德宏、临沧一带的都有他们盗窃的这个打处的记录。综合所调查的情况，警方判断庞某和姚某是新近发生的盗窃案的重点嫌疑对象。至此，在瑞丽猖獗盗窃的3名嫌疑人的身份全部浮出了水面，但是他们的去向仍然是一个谜。根据相关记录，这3个人都是盗窃惯犯，十分的狡猾，要想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并且将他们抓获并非易事。那么他们会藏在哪里？警方要如何将其抓获呢？费尽心机，难逃法网。屡教不改，他们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双面人的夜晚，一线正在播出。根据视频监控，2021年10月9日凌晨，庞某消失在瑞丽市朝阳巷的一个巷子里。由于那个巷子里没有监控，导致追踪无法继续，但民警没有就此放弃。果然，庞某消失十几分钟后又出现在监控里。他换了衣服，但是他没换帽子，而且电动车也一样，电动车也是同一个。随即，民警又对换装之后的庞某展开进一步的追踪。沿着沿途的监控追踪，发现他进了这个瑞丽市这个春晖巷。然后，另外一名盗窃嫌疑人大概过半个小时左右，也是返回到春晖巷。调查结果显示，庞某和姚某大费周折绕行之后，分别来到一个叫春晖巷的地方。显然，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逃避警方的追踪。民警判断，庞某和姚某很可能就住在春晖巷附近。随后，经过摸排，民警终于掌握了庞某、姚某的相关情况。这两个人是多次盗窃前科，最后一次被刑事打处后刑满释放，是2018年下半年。经过我们的核查，两名嫌疑人出狱后又聚集在一起，共同租住在瑞丽市春晖巷的一个出租房内。2021年10月13日，一组民警来到了庞某、姚某的租住地。只有嫌疑人姚某在家，另外一个不在家。通过对姚某、庞某暂住地进行搜查，发现该两人有多种伪装，就是使用于伪装遮蔽用的这种帽子，各类的帽子，还有口罩、墨镜，以及深色外套、格子衬衫，这个跟我们此前案发的视频中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以及衣帽特征是十分相似的。为了避免庞某闻风而逃，民警立即对庞某的行动轨迹进行查询。当天下午，民警获悉庞某出现在瑞丽市区的一个街道上，一组民警立即赶了过去。我们刚好看见他的时候，他也看见了我们，他同时就开始跑，然后我们就跟在后面一直跑，追到了这个瑞丽市红福巷的时候，在这个红福巷的路口将那个庞某抓获。经过数月的追踪，庞某、姚某终于落网了。然而，和抓捕一样，审讯工作也格外艰难。由于行窃时，庞某和姚某都刻意进行了伪装，他们觉得仅凭视频监控，民警无法辨识他们的容貌。所以，面对民警的讯问，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有盗窃行为，试图逃避打击。我们瑞丽市公安局刑事侦查队的民警啊，先依法认定行为，做过哪些工作啊？对不对？你怕你说不，你说你们别做什么，你帮我问问题，老老实实来讲出来。
装什么鸡巴大笼？侦查民警通过向两个人出示证据，两人均辩解称其只是路过现场或是在现场散步，未实施过盗窃。为进一步固定证据，专案组安排民警进行侦查实验。以进一步判断监控视频里的可疑人员究竟是不是庞某和姚某。通过侦查实验来确认作案现场是两个犯罪嫌疑人庞某、姚某。鉴定的结论，两个人的步态就是与案发现场时的嫌疑人的步态、体态一致。通过这个我们的侦查实验比对，更加的确定，此前十余起车内财物被盗案就是这两个人所为。在审讯庞某、姚某同时，另一组民警也在全力追捕何某的下落。那我们就分析他的作案区域，再把他的体貌特征还有他的这个体型特征发给我们的联防联控这个民兵巡逻队，如果是发现的话马上告诉我们，预判他的那个需要作案的时间还有地点之后，我们在附近进行一个巡逻，一个防控。因为他做了那么多次，从我们排查他作案时间的一般都是凌晨，我们一般都是晚上11点然后出去一直蹲守到早上。2021年10月27日凌晨，解勒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巡逻队的报警。凌晨5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接到这个我们辖区报警，那民兵报警说是抓住一个男子，就跟我们之前给他们通报的那个非常的像。随后迅速赶到的民警发现被抓获的人就是何某。他是从一个广体村的一个村民家里面，当时偷的现金500多，还有缅币有20万。没来过有监控啊。和嫌疑人庞某、姚某不同，证据面前何某承认自己有盗窃行为。来过了。我就问你，这个寨子你来过几家？他就承认，还有视频有监控的，他就认罪比较好。哪个呢？我呢。都是你来啊。至此，在瑞丽猖獗一时的三名嫌疑人全部落网了。在对嫌疑人审讯的同时，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也随之展开。民警发现，提到何某和庞某、姚某等人时，无论是房东还是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他们是老实本分的人，无法把他们和窃贼一词联系起来。他是叫我把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出去拿钥匙了？我是出去了。他就在门口等着你了，是吧？他是在那里等了我一下，他是叫我帮他拿东西，我什么都不知道。配合啊，我跟你说。他怎么了？我们有点事要找他。他的这个房东也好，他的朋友也好，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误区。他们两个感觉为人也比较憨厚，比较老实，也很难相信这两个人是从事盗窃类的犯罪活动。据了解，为了在瑞丽站稳脚跟，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何某和庞某、姚某刻意扮演好人本分的角色，在选择作案目标时，他们也会避开自己的租住地。他们的作案目标在这个以住宅为中心，这个辐射面积就是这个他住宅地2公里之内，他没有做过案。另据了解，由于涉案的赃物大多是现金，该案相关证据的收集和固定格外困难。因为两人实施盗窃都是盗窃现金为主，他们盗窃了之后就将现金花光，甚至是藏匿在别的地方，所以导致我们就算追到了，这个报警也无法提供这个现金的编号以及这一类的，所以赃物的这一块的
追赃和认定是比较困难。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对于涉案人员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这也是盗窃类案件侦办的难点。那么在盗窃案件中是如何认定证据的？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从证据的角度来讲，要形成一个证据链，特别是在有一些单个证据不能够有效证明的情况下，它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够认定。很多盗窃案件它不是一次性发现的，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实施多次，可能你只是抓住了某一次，那么对于他之前实施的那些行为，你要再进行认定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有充足的证据来进行认定。可能至少会涉及到三个环节，一个就是说这个被害人这一方啊，他的钱物的存放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的金额是个什么情况。第二个就是这个行为人他取得的情况，他拿到了多少钱啊，这个怎么拿的。第三个就是这个钱款可能会有一个去向问题，他是花了还是存了还是借给别人还是买东西了这个送给别人的。那么在这个三个环节里面，如果说行为人自己他不认这个事儿，那你就需要通过第一和第三个环节来进行印证。对于盗窃案件的这个认定，尤其是没有一些客观的证据，比如说转账凭证啊、银行凭单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书证等相关的包括电子证据来进行认证的话，那么就需要在这个被害人、行为人和钱款的去向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形成一个相互印证的这么一种证据链的情况，这个才能够有效的解决他的盗窃的这个现金的金额的认定问题。另外，本案的三名嫌疑人都有盗窃前科，屡教不改，多次作案，这种情况对于他们的量刑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们继续来听听袁教授的解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罪行，盗窃案件里面可能主要涉及到的行为的金额问题啊，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罪责或者叫责任啊，有的时候广义的就是包括他的危险行为的危险性、人身危险性。那么在第二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块，就需要考虑他的行为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惯常性，也就是说他以前是不是这个实施过这类行为，或者是经常是这个行为，在处理上是要从严来处理，从重处理。那么在盗窃案件里面，这种从严处理它主要这个体现在三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说在量刑上它这个会作为一个从严处理或者从重处理的一个情节，比如说正常他可能就判一年，因为你有这个他可能就判一年半或者是更重。第二个就是他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构不构成犯罪的情况啊，构不构成犯罪的又分两种，一种就是说刑法在修正案八进行修改的时候专门增加了这么一种情形，只要是多次盗窃，哪怕你每一次就盗一块钱，甚至没有盗窃盗钱，那么这个也是可以作为犯罪来进行处理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是有前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降低他作为犯罪来进行处理的这个金额标准。本案中三名嫌疑人正值壮年，他们本可以凭借着辛勤劳动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选择以偷盗别人的财物为生，并且屡教不改，让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